接下来我们要揭晓的是年度全能艺人，欢迎品质推荐人演员郑恺、吴尊。大家好，很高兴今天由我和吴尊来为大家揭晓年度全能艺人。其实我觉得吴尊哥就非常的全能，首先他是一个好演员，又是一个好歌手，更重要的是还是一个好爸爸。哇，你过奖了，我觉得郑恺你也是一个全能艺人，能演，然后能说，还能跑，所以我觉得你才是演艺圈的就是三项全能。我觉得你说的全对。好，咱俩就别互夸了啊，来看看这个年度全能艺人他究竟是谁，请看大屏幕。年度全能艺人许魏洲，他有职场精英和贴心暖男的双重属性。两个人的感情里没有甲方跟乙方，我们是平等的。阳光气质和动人歌声集于一体，让他在每一个领域都能游刃有余，收获无数拥趸。金汉，他是铁血军人与富雅公子的完美合体，拥有俊朗的外形和非凡的实力。我李志成喜欢林浅，山河可见。无论音乐综艺还是影视剧舞台，在多个领域他都能轻松控场。掌声恭喜我们的年度全能艺人许魏洲金汉上台摘取属于你们的品质之果，也请两位发表我们的品质感言。金汉先来。在座的前辈们还有观众们，你们晚上好，我是演员金汉，今天很开心能够站在这儿，也感谢 SMG 和东方卫视让我拿到了一个硕果。我希望我自己在未来越来越扎实，然后我要尽己所能把一切最好的东西带给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再次恭喜金汉，有请许魏洲。大家晚上好，我是许魏洲，刚出道的一两年吧，我一直在唱歌，然后这两年呢又开始演戏了，最近呢其实也在剧组在深圳拍戏，今天能够回到家乡啊，回到上海，希望之后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好的作品，谢谢大家。我觉得其实现在在舞台上的这四位都是非常全能的艺人啊，可以说会演、会唱、会跑、会跳，可以组一个组合叫做无所不能。既然什么都能，照我们惯例哈，也得跟大家互动一下，来一个动作组合，展现出你们四个人之间那种默契。摆一个 pose， 来，掌声送给四位。三、二、一，开始。金汉的手势最明确。我觉得他们是胜利啊，就感觉确实我们都是无所不能。再次感谢四位热心互动，谢谢。对，也再次恭喜两位，谢谢。